在福州搭滴滴车与师傅聊天的一个过程，觉得蛮有趣的。真的啊，喜欢的话有机会会去吗？会耶。真的啊，是。对台湾的印象是怎样？印象，觉得台湾怎么说，挺美的吧。然后，挺美的，对，他们的，语言沟通也 OK 嘛？没错没错，对最呀、啊。主要是台湾跟大陆是一家人嘛，说话这种东西很亲切。那个就是老毛跟老蒋那时候吵架，是跟我们老被百搞得这样，对，对不跟我们民众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关系的，民众肯定是觉得是一家人嘛。对？90后之后都没感觉了。没错没错，主要是现在不方便，但如果能方便，我肯定会过去玩一下。这边过去比较近嘛。你们应该从小那个读书都教育说都在一起，是。我们那时候不一样，那个年代。就想着说要打回大陆，那时候啊，称大陆称那个蒋中正叫蒋匪，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是匪类，对不对？那个过去的历史就让它过去。现在是和平的趋势嘛。乾隆皇讲的啦，三代的那个。任何朝代的纷争啊，三代就抹平。好了，到了，跟你聊天真愉快。是，有机会到台湾走走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你以后也可以多来大陆玩玩。OK，谢谢谢谢，好的，到达辛苦了。导航结束。